终于下高速了，我的个天哪，太累了。平平到家了，知道不？我刚才已经在那个下陕西那个高速，把那个之前从康定上高速那个卡已经还给那个工作人员了，人家招手让我直接走。还有在十几公里就到家了。终于到家了，黑面走。小江好像知道啊，你看他可高兴可兴奋呢。走下车。哎呀好走。我都拉不通了。好好家伙。黑面爷爷认识的。认识啊。哎呀，你不要醒我，来，亲一点，还亲啊？嗯，黑面，行了，你咋瘦了这胖？瘦了，跟我们不一卷瘦了，俺都见过世面啊。俺到门口有菜的，俺到门口有人不了，俺肥不肥了？知道五。太高兴了。来，给你，来，知道弄，人家直接自家煮啊，人家知道人家啥？客了，没院子跑，生个叫，这生个叫。行了，来，给你，来，哎呀，行了，来，行了。他在屋间有小灰只啊，掉不省。别切手，先认识，熟悉环境啊！来，做大了吗？做高了是吗？做高，瘦了。瘦了。我睡着就是发亮，谁说？来，给你，来，给我看。来，给我看，来，摸摸手，手还是瓷的啊，它是装了，应该不是瘦啊。哎，摸一瞅瘦啊，这一些瞅，妹妹来，再摸摸，老家夫妻连摸摸都吃不熟了。看，还是爱吃摸。啊，慢下，吃慢下，还有嘞，啊，这吃完我们去。不光他不吃不着摸摸，我都吃不熟。啊，狗啊更爱吃馍。嗯，小狗从小到大都爱吃馍。那再给去吧。哎呀，好，你现在走哪跟哪。你家夫妻俩把狗俩惨的。我夫妻够惨。对。他是认我。啊，要走了。坐下。来，坐下。坐下，来吃馍馍哈。你是一二三克安徽吗？坐，黑米，坐。坐好，坐下，你坐下。一二三。还会。对，有五。来吃。哎呀，一个多月没有吃过五来馍馍了。来，黑米来。吃，就要护个腹。嗯，这个他一啊，然后倒个腹去。乖兔啊。啊，给。他们现在吃不说，喝不说。这不化呢？那有点点热。有点烫是吗？凉一会儿。看小家伙回到家有多高兴啊！在家找到了之前的玩具，一个人在这玩的，这么嗨。黑米，过来，不搭理我，玩嗨了，是不是回到家好开心啊？刹不住了要。这小家伙也是玩累了，这是之前给他买的这个垫子。
子的时候没带。他现在哦睡觉好像和我在一块睡习惯了，就想黏着我。累了是吧？睡觉睡觉啊。我不知道，不知道他和我睡在一张床上，他习惯不习惯。没事，先这样睡啊。睡吧，我也早点休息。今天真的好累，小家伙也玩疯了。